我们每年都来波斯通湖，参加这个冬泳活动，欢迎更多的冬泳爱好者加入进来，加入冰雪运动。北京冬奥，我想对你说，激情冰雪，赛场拼搏，中俄健儿加油！此次杀出鲜花来形成吸引冬奥系列体育活动，我们的参与人数达到了500余人。我们也将持续举办一些赛事活动，水上足球、冬季长跑比赛赛事，激发各族群众参与全民健身吸引奥运。